2024年5月28号，今仔日是礼拜二哈。啊，今日整个台湾的天气方面通过，佮加上东北季风的影响，啊，所以呢，咧整个台湾各地拢总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哈，也部分所在有局部的大雨或者是豪雨发生的机会。故咧，行到4月21号，啊，那气温的方面，对北较南温度21度到31度哈，这是咱天气状况，咱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好嘞，感谢啊，今晚咧，咱就来甲今天表演今仔日的节目，咱开始来甲看新闻哈。来，今仔日5月28号吼，会当讲全台湾拢咧落大雨啦。啊！但是今仔日有个真特殊的日子，就是国民党甲国民党吼，强力要来通过所谓的恶法，就是对国会的扩宽法。啊，所以有济济民众吼啊，来到立法院，听你讲讲，即卖已经有几啊千人啊，然后伫两点迄个时阵呐，两点迄个时阵已经有几啊千人，但是拢一直落雨。啊，即卖北部到底是好天，还是乌阴天，还是要继续要落雨，咱唔知影。今仔日中昼咱冇看到吼，啊，全台湾各地乡啊，哦，各县市已经啊拢陆陆续续已经有人吼，家人吼啊，各县市的抗议活动。啊，今仔日呢，咱有看到真久唔捌看到的这个美秀节吼。美秀姐吼，伊即马是新台湾和平基金会的董事长啦吼，伊写了一篇的文章，伊讲吼啊，和公民的力量来演播吼啊，这个乌箱的歌情。哎、啊，这篇文章伊安那讲呢？咱来个看伊安那写。美秀姐，你讲公民的力量是唔是有法度人演播乌箱的歌情啊，官情啊？公民力量是不是有法度动下了这个立法院的扩权法案？当然有可能啦。咱来个看这个台湾公民展现出来这里那大的气势加政治的动能。另外，这个柏林围墙是安怎样啊倒落呢？伊是去予人民甲淹倒落呢？比历史上真有名的这个周一示威活动，周一示威行动。就是周一，就是礼拜一的意思就对了啦。说来言道的，我来个讲1989年的9月初4日的礼拜一的这一天的阴暗啊，有过了百名的当地人士聚集的啊，这个莱比锡的尼古拉的教堂这个所在，展开了反对吼当地共产党的示威活动啊。这礼拜人数开始目前来到几啊千人，因大声来喊着吼，开放的国家、自由的人民，打动了去当时当地人民的心啦。示威的人数都那亲像咧加射球，迄一巴咧愈加愈大粒呢。一直到到10月初，到今日云南已经聚集了70000人啊。过礼拜。10月16日呢，煞变成了120000人，一直到到10月23日，来到320000人啊啦。到尾啊，伫即个11月初9日呢，50000人的当地的人民，都惊上街头，惊向柏林围墙，用人民的力量呢，大吼啊，来赢得继续自由民主的柏林围墙。这场公民的行动后来呢，被人称呼叫做吼周一示威啦，周一拜一的意思啦吼，叫做公民力量演播吼集权歌唱的历史事实的典范。当然吼为某一件啊某一挂事件感觉真愤怒的时阵呢，也应该吼。亲像咱曾经被纳粹进入的时阵同款，要来变成了一个强、搁派的勇士，献身来投入历史的这个洪流啦。而且这个的洪流也会因为咱来加入，用正义甲自由的方向更加前进。世界人权宣言的起草人之一的，这个是法国的自由人权的导师，伊的名叫做黑塞尔。这个黑塞尔的过往的前两年，就是2011年呢，1993岁高龄，第一所写的一本新册叫做《愤怒吧》，
当中同款加大声来鼓舞着全球的这个自由导师来创造，伊讲创造就是抵抗，抵抗就是创造啦。伊讲少年家囡仔接棒吧，愤怒吧，找着恁的愤怒的理由来加入了历史的这个大标啦。反恐来自愤怒，愤怒来自吼阿加含不可吞论。法国哲学家卡缪伊一生的主题就是非常含加反恐，荒谬以反抗就对了啦。一切写到这个荒谬，阿里加批评这个荒谬，也不断的采取着行动。反恐反谬，伊咧讲的反恐就是咱的历史的实现，除非多变现实啦。啊，那无的话，咱必须要伫这个反恐内面找着咱的解答。你欢迎威权，然后来加本事，等咧利用多数的暴力呢来颠转吼，要来压制现今的特殊，要来毁掉咱敌来无容易的民主。那坐伫边啊放外外看悲剧来发生，无行动的话，安尼咱就无法度吼，人称呼讲是一个进步的公民，也无资格来享有民主自由。咱必须要反击，必须要抵抗，必须要用行动啊来阻挡吼啊这个极权、威权、反动势力来吞食民主。57开始的立法院的示威活动只有几千人呢，过了五月二日就对了啦，过礼拜五月二日的抗议的人数来到三万人，五月二日已经一来到十万人包围立法院。国党啊，甲国民党两党的反动的势力呢，搁渐渐起程呢，无看到愤怒的人民的民意，要故意强行来通过危险乱性的法案，咱大家。如果你若对这感觉讲真含甲真俩讲的话呢，就用伫今仔日拜礼拜礼示威就对了啦。也是讲吼啊，拜五示威正做吼公民的力量，佮再次出集结反恐，反恐来自愤怒，和这个愤怒变成了反恐的力量，和这个愤怒变成了改变的力量。1989年，过来十万名的当地的人来应对了柏林围墙离空离数年愤怒的台湾人，未来吼啊，挥舞着青鸟的翅膀的对啦啦，展现了上界大的公民力量，作为来应对立法院的乌修的高墙，这群人的力量绝对会当保护台湾进步的公民，请站出来，美秀姐。写一篇文章，足够唔好过于以这个加过文化，自由看哇，自由讲定吼啊，这个写文章注重咱知影吼，这个古老过往去了，了后就正罕滴看到伊啊啦吼，不管伫媒体啦、平面媒体啦、电子媒体，正罕滴看伊咧发表意见，这导演也无做了讲，我那边写一篇文章，写甲长乐乐了，对啦，这导这个国会扩管有无吼啊难管呐，扩管难管，而且咧，诶当公司啊。乱七八糟，乌白相关吼，这足侪人拢看袂落啦。啊，看袂落的原因是安那，啊，就英文啊做了过分嘛。啊，就是想到遐人会当起啊做这个过分的代志，哎、嗯，算表算出来嘛，吼、哦。嗯。就算讲国栋的遐迄块，唔是迄个区域的，伊是部分区，啊嘛是国栋摕到遐政党票啊。是。对不对嘛？摕到政党票靠白的所谓哩吼。啊，咱以前拢讲迄八家叫做小蓝包，对不对？嗯。喂，这个无同啊，这个咱用迄个蓝蓝包来甲看的话吼，哎、欸，这边这个国会扩管法全部就对啦，吼，是国民党去哦，这小蓝包就是去哦，这个国栋这八家拖来行的，吼、哦。啊，但是更是八家甲拖来行，嗯嗯，是去哦一家拖来行，是啊，去红国从一个人来甲拖来行就对啦。啊，国民党拢对的，安尼就对啊啦。所以，那时候讲，乃即马说变成国民党，说变成迄个了做啥？这个国民党去背家的奴才呢？嗯，咱本来讲伊背家是奴才嘛。是。我即马说话，那个国民党去变奴才就对哈。咱来看这个了做时代力量哈，啊，诶，这个了做公主些本身呐，伊这个了做王满意，这大家拢对伊也真熟悉啦，王满意哈。这个立法院议会今仔日啦，啊，就是要来审查着这个所谓的这个国会扩管法就对啦，吼。啊，较大引领光叫做国会改革案啦。是。啊，其实就是扩管，这大家拢知影啊，吼。嗯。啊，今仔日呢，因为赶快超过50个民间团体啊，再一次号召民众，吼，啊，出来抗议了，对，吼。
啊，这个国栋哦，诶，这个做宗教的，这个话咧搞得真正红，就吐出来，这个吴国昌哦，竟然安那讲呢？吴国昌竟然讲啊，迄张外名团啊好啦，少年家音啊好啦，全部拢讲是民进党用假消息甲因骗啦吼，啊，还徛出来就对。这下代志，时代内两个党主席王婉玉咧讲讲。吴国昌，你讲这种话有啊？吼，实在是非常看不起，而且非常糟蹋遐意见，甲你无同的人，嗯，系一种失格的言论，就是啦，吼，完全充满着中国的色彩，侮辱着自主公民的为了这个做啥呢？嗯，这个威权的言论就对。简单讲，你吴国昌不敢变，而且变啊比国民党还要激，是，还要较紧。哦，那个变成蓝呀，或变成红的呀，或无人迄个变色虫，讲变迄个形的，变一滴自动中滴啦，伊咧变种话加大差不多，敢知？加上加武汉病毒。哦，武汉病毒，哦，你好，两米什么形？什么形呢？两米什么形？不变种了，就变啥？武汉病毒的形呢？是讲到对了，变到对了。系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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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仔日吴国昌，阿兄你咧讲一段就对了。吴国昌。昨昏这个国民党内面迄个叶秋丁啊，去参加这两场，这部去国民党看到无？人无？去和这个什么人啊？去参加这两场，这部去有迄个李川啊，好李川，甲改配相加啦，讲恁国民党提这什么有诶无？我按当当在在就对啊，无一条线解释啊，拢吴国昌写。对对对对对。而且吴国昌伊遮诶物件对对啦，对。以前民进党在执政的时阵，也是在野的时阵，伊写的物件甲搬出来，可是我甲顶解一下，讲你咧抄人连这种物件都用抄的，用抄的安尼。啊，遐是安那，伊会去提过去，民进党会提遐，过去民进党提啊，咱前头讲过，是附带两个条件，一个就是废掉监察院，一个就是废掉科技院。啊，你监察院啦，废掉科技院，废掉的。那针对着这个做啥物？迄、那个公务人员失职的部分有啊吼，专门无人通弹劾嘛，是无人通调查，所有东西民进党才会提这個。但是迄阵民进党提的版本内底，无包括讲社会人士，无包括讲迄个啥，迄个一般企业啥物种种，啊是全部拢卖就对啦。全部拢准备叫来问啊，这另外一大咧死无人啊，就对啦吼。啊，这个就做王婉玉咧讲啊吼，讲。这样啊，侪人徛上街头啦，吼，包括着民团的力量，啊，包括着上百、将近百位的法律学者，这样呢也在玩得过吼，六十八位的这个法律的学者，拢出来写，敢讲这拢种民进党有法度去动员出来的人吗？啊，这个顶礼拜五差不多十万人，有一半以上的囡仔，伊是第一遍徛上街头呢。高中的啦，是高中的甚至我也看到初中囡仔就对啦，吼，拢第一遍站出来。啊，敢讲之后还是用民进党有在调诱出来呢，所以啊，我看着听着吴国昌啊，用这种侮辱的这种言论哦，他妈的讲吼，伊是会非常震惊，是啊，让人更加生气的，就是讲这种言论竟然是对咱台湾有一个党叫做民众党，就是国党的宗教的嘴讲出来，安尼就对啦，吼。十年前，吴国昌你嘛是参加公民运动，啊得到社会的支持，啊他得到了这个所谓的政治管理，结果由你的嘴讲出这种话，我们听起来是更加可怕。对，哦，你说咱常常咧讲讲国民党那种炸了仔仔啊，还就是不晒你啊，你你甲讲伊迄种，但是恐怖这块有人是韩籍，把出来叫做韩籍，是啊，是，可怕是你这样，哦。啊！这个王婉玉在讲吼，讲这个国党一方面不但咧有努力着这个群众运动，另外一方面主导了这个情，将来唔捌发生过诶，这种所谓的这个就是三迄个立案的速度就对吼。伊有激烈出来，咱个听看卖啊吼。王婉玉在讲吼，讲咱来个看这边，伊这个所谓国会改革案，就是国会扩管安尼就对啦吼。咱甲看之前。国民党咧审查着咱咧反对诶迄个胡茂啦吼，至少国民党哪个要演一下戏诶呢？像这个公听会啦、座谈会啦，办超过一百场了着。是啊，前后有哪超过半档呢？吼、哦，啊，甲这个胡茂甲三米甲你发言啦，先开始咧，啊，尾也是叫迄个三十秒诶，有冇紧张？是无害去嘛？吼、哦，啊，搁再来，咱来看民进党。
民进党想要修改掉这个会计法当中啊，这个做国务机要会要独裁化，只不过是从旧的条文内底增加几厘米哦。是，同款在迄个时阵是对四月十五号委员审查一路安尼一直舞到三读，有那舞到四十六天啊。到五月三十号才三读通，较进入三通的吼。啊，民进党迄个了做收国务机要费，迄个了做刚刚会计法，迄是伫原本的法令内底增加几厘啊落去。是，安尼就无偌久，安尼就无四十六天。啊，国民党的迄个胡茂呢，伊的公听会加侪单位，无几百条的，超过半单。是，哦，较无。啊，结果呢，看这边的这个国会扩管案件。一月二月呢，伫咧大声咧讲啥物咧？国会要改革啦吼，啊，将这个委员会啊，迄个中心主义挂在嘴边的台湾的活动，因主导修法，竟然要伫四十四天内底做哟，四十四天，啊，民进党当时四十六天啊，啊，国民党当时嘛百几天，啊，四十四天是安那年来，挂迄、那个。那个国党伊主导的这边的这个国会扩改四十四天的内底，第一完全无实际的讨论，是第二这边的修法超过七十条的条文，民进党迄阵干什么假鬼呀？就无四十几天啦。啊，伊这伫咧四十四天内要修超过七十条的条文就对，是完全是无科学、无理性、更加无务实，诶，当然是博枪的做法就对。这当然台湾人民对因的非常无信任啦吼。啊，所以咧讲的就是讲，你甲看卖看这个做啥呢？这个民众看这个物件有无吼？咱的民众实在讲起来无简单，台湾民众惊民主惊一段时间落来啊。差不多开始的智慧当中唔捌啦，拢明白吼，拢看得出来。这个做啥呢？整个这个国会扩管的法案啊，引起着遮尔啊侪民众反弹啊，十万民众去包围立法院啊吼。啊，这个做啥呢？这个李正浩吼、哦，李正浩伊伫伊的名册啊，来打出着这个美丽岛电子报四月甲五月民调，发现讲哦。这个是国栋三大本命区啊，咱咱拢讲本命区啦吼，像台南就是罗清德的本命区嘛吼，啊这本命区，整个国栋有三大本命区，全部支持度拢中爆发，全部拢上，所以民众我那看会出来，讲这其实民众未必认识，国民党全部拢对。挂档行，你虽然知，但是就是看到吴国昌那种变啊。但吴国昌是挂档的宗教嘛，是。所以三大本命区挂问题的挂档已经全部民调支持度种种大半了，对啦吼。伊咧讲讲挂档哦，真正看了吴国昌看了伤少，这个人啊。对着这个这洞要甲关门起来，伊即马已经开始进入你的单，伊即马已经准备变全民公敌。哎呀，都要得死啊，就对啦。昨昏我来看翁义川登场咧配上这个叶秋丁啊，义川冇参加嘛。讲恁一党比寡党较大党，结果恁要讲什么国会改革要安怎样啊？恁无一个人有法度人写发条，就是改革内边遐一寡，你拄仔你讲讲七十几条，八十条，无一个人写，爱搁互寡党写。寡党竟然搁去抄以前的民进党，因迄当时拍算咧改革啦，啥物事？有些亚国的时阵呐。哦，阿边个时阵对不对？个对象咧偷抄出来，哦，即群人真正实在好人真正哦。啊，上面叫做华东的三大本命区吼，就咱们来讲解，但这伊这三大本命区唔是只所在，就是一票提上这所在，唔是阿华人，唔什么新德啦，唔什么德位啦，我那伊是到即道开出票上这所在，唔是唔是唔是哦，即个即个民调咧做吼，是以二十岁到二十岁。这第一，这寡党的本命哦，什么小草先？啊，这少年啊，听讲较早讲支持寡党，我话讲，即马听着讲，唔讲我是小草啊，我干嘛做竞选？哈哈，对，二十岁到二十九岁，半半，大学学历以上的半半，哇，啊，都找大家搞点偏爱人啦，冇，啊，因为我那是讲以前，对对对，啊，这么点对，警告嘛啦，警告嘛。所以大学下的以上的寡党淡薄，中间选民支持度
淡薄，这就是伊三大部分名句。哦，这就是白十瓜的吼，因、哦、这个党的三大部分名句。啊，兼这个趴数，李正浩讲按照因咧看这个研究民调，非常可怕，可怕。咱咧看是拢十几趴啦，什么几趴啦，什么几趴啦，但是因咧看是好一种。讲一种斑驳啊，这种经营，对不对？有够可怕的，对啦。啊，是，咱做这不做这久啊？嗯，有对一件代志，和咱诶听众朋友口音里边起错错啊？有啦，打麻起啊！但是无这道诶，这道这道特别起，特别多。有啊，好。我感觉这道是特别起，特别多。你要看，我不让咱，我不让咱女性朋友口音里边早前冇听过声，伊不会啊？伊咧咧咧咧，加迄个声，你讲我歹听啊？你加迄个尾音啦，我咧声啦，系啊。嗯，冇得啊，因为大家口音特别拢足激动吼。啊，所以我有啥感觉啊？我带来大家啊，有咧注意啊。嗯，还是我冇冇听到声咧，女性朋友。你看面出水话，顾不出面啊？嗯，好，再来咧，咱来进一个广告吼，阿良咪这个倒转来。你食了真好咧，我你好，你拢为个拢报无够有哦，好，你真够哦，嘿嘿嘿，安尼你了了有哦，嘿是，啊过个会干干咧要熬起种啊，灰指甲哟，有啊，哦灰指甲，嘿嘿嘿，你食食的有啊吼，过发者悠悠，哦啊我看真够足水啊就对啦，有啊，哦哦哦是，啊你卡底背真够有啊吼，哦卡底背嘿嘿嘿是，你慢慢啊慢慢啊当安尼无去咧，哦好好好好，啊无。过了十年拢安尼，即马是严了喎。嘿嘿嘿，春节就过来，春节就过来安尼啊。哦，啊，这是。啊，即马我春节了也有啊吼，豆豆无去吼，他得不分悠悠啊。啊，悠悠咪咪啊，对吧？啊，因贵吼。嘿嘿嘿，去公牛、农牛去啊。好是。嘿，即马一打一听喎。嘿。但嘛拢无去啊。你讲公牛、农牛是安那？是做工过时。不是啊。我都会烧火的啦，我都会，好好好好，对啊，而且弄得把坚固安尼喎，哎是，哎，啊这个就带带起来，卡就掉了吼，卡了，哎，迄个做迄个就是个神经去啊，哦是是，哎，这么慢慢啊吼，我都唔知啊，是当烧火去就掉了，哦安尼哦，哦，哎，头壳啊有啊吼，他讲唔是应该头壳疼有啊吼，我头壳疼，哎是，啊头壳疼也慢慢啊有啊吼，对。做安尼，吼，是咱们正条哦。啊对对对，还好。咱们也在正跟正条的哦。是是是。哦，啊，我一个小的球哦。有是。啊，都好去啊。好对。哦。啊，伊就过人卡啦吼。卡房的一张有啊。一张。冰箱下头就跟恁讲，就靠老瓜刀呀，伊就一个张有啊。正实进啊，那个对。哎，好好好。咱们也正这个了哦。好嘞，嘿。哎，你啊，你哎，你们来有啊？你啊，你们来有啊？对对。你讲好唔知，安尼我那变安尼有啊？嘿嘿。我过去就好去啊！这其实拢在甲你排毒啦，哦，这拢在甲你排毒个。哎呀，我过去有啊，吼。是。甲你讲话就一阵好无？嘿，过得好啊。就忍耐起来，忍耐起来。你要讲讲迄个好用。好用。我食个四三四罐，你过只电话仔啊。好安尼好。嘿，好安尼。我刚要过来叫十罐有啊。是是是。我叫十罐，我食两三罐有啊。嘿嘿。吼，一开始拢直直夹夹，直直夹夹，直直夹夹，是是，一个规身骨拢未爽快，安尼就对啦。好好好好，一下过去安了啊吼，人真爽快。啊你好，系啊，你这个报无掉，我好啊，你看你爱讲讲，哦，我以为爱讲讲啦。对啦对啦，你又无讲清楚哇，你都唔知啊，但系讲电台一年接的哇，是，啊拢。唔知工资交好用啦，用啊！这就是需要咱咱只使用者家己来肯做见证，安尼讲。我今日嘛，我给你报两个啦。安尼好，哇！哎呀，我报两个，反正马仔后日去叫我去做官。啊，你谢，感谢你，谢谢你。我也好啦，有啊！你这个我也好，我家拢摆你只保障交有啊。我是伊度职业按摩的啦。哦，是，安尼在话。是是是。他们讲你摆保障交是啊，这么难起来，讲你讲啊，你是什么人？我讲最后都去多生。哦哦。安尼啦，吼。是是。啊，家己就见啦。嘿嘿嘿。伊讲你食安咯。哦。伊讲，讲这唔是药啊，哦。嗯嗯嗯嗯。哎，是，你看这不是药啊，就同我一年好用。是是是，看你万年的大行李塞你啊。所以这个时间贵啊，几几叫一边啦，我是一边俩啦，一边几几叫我吼，但嘛拢未的啊，但嘛拢无听
得机啊。啊，等于像你甲你孙儿啊，强强啊，你甲你改变。哦，对对对，强强强强安尼啦。好强。这是看。过来，想感谢咱游戏时代时代台湾人俱乐部一直播，啊，这个会上哦，啊，甲恁见证啊，讲的时阵，记得朋友拢甲伊报了对啦，吼，讲啊，这不是药啊，吼，就是不是药啊，对身体上的帮忙较大，伊家己对身的体会啊，诶，经验了对，食咱的产品，食到有这种经验，食到有这种个鉴别书。历史咧，历史伊家己咧背啊，你同款就对啦。啊，读小小专业，阮咧讲安尼好，啊，一人一人讲啊，安尼条条有理就对。啊，甲咱报报来食咱的产品就对。所以详细的话，这可能较多，可能咱台湾几落保安系人公司的产品，甲我从达到一种相互人嘅信心的这程度就对啦。哦，所以这就是咱产品的优秀。咱啊，咱许多同去比新的产品哦。SGS 个检验出来了的，血液，啊，那个血液残留啦，吼，啊，包括就塑化剂的问题，包括农药残留啦，包括重金属的残留的，四种大项的物件做检验，你看检验偌济种的小项的，你个想法嘛，讲血液都爆发种了，吼，安尼，所以这那这一这检验的内底。无一项讲有沾到了对，全部 OK， 甲你保证做你吃都无唔对，这是咱的态度。每一日检验你看，一个新产品出来，你看到这是几个月尔尔，咱全部检验出来，互你安心就对了。这是咱新人公司安尼咧做，希望公司大，食咱的物件免甲烦恼，对身体上任何欠点，绝对会互你身体上会健康。诶，应用分的物件对，吼、哦，有啲冇不了解，你拍电话过来，做详细询问，吼、哦，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吼、哦，这个电话是咱全国民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啦，吼、哦。那恁即马一处呢，个别生产公司产品十罐的朋友呢，难度加上三罐以外。咱提供一款产品，要请上和咱买十罐的朋友，咱买十罐的朋友呢，你会当个经啊，这个平底锅一支，你比较经一台电风，经燕窝两盒，内底有十二罐，你比较经一领摩毯，经信山公司另外有三十粒装的血红素、金立明、保顺健、喜乐清、软骨素，三十粒，这拢会用一，咱一道经一行为环节啦吼。啊、另外是从个别生产公司产品五罐的朋友呢，咱都加上吼啊，这个一罐以外同款，我老提供一个赠品，要来赠送给咱买五罐的朋友哦。买五罐的朋友呢，你会当加金保温杯一支，你要金白沙湾起个一条，你要金大香的汤匙一打，金无烦气的洗头毛巾一罐，无烦气的洗纱巾一包，你要金燕窝一打，内底有六罐的包装。这种会用一，咱一道金一行为原则啦吼。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感谢。来这边，咱们邀请台东朋友呢，走来欣赏这首的歌曲《陈升单薄寒西归》。讲你甲我是款款的，讲咱的原来拢是第一摆，安怎有你来表现这厉害，搞笑嘛会当戆呆。拢想讲你甲我是款款的，讲咱的原来拢是讲袂歹，那讲起阮的痴情，你敢也不知？人人当做点菜，阿姨阿姨，我不惊你，阿姨我是条狗，阿姨我不惊你，看不来他关心就好。如果你真的不爱我。Yeah.
啊来，我只用手机啊拍来问看卖。啊，咱个等来到咱台湾南区落播的这个现场吼，全国免费的叫会专线0800-0500-6688，因为在是啊八点到下暝七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未清楚未了解呢，电话甲卡过来，公司拢会先困啊，来甲咱做回答吼。好来，啊，咱这个就做啥呢？今仔日28号啦，吼，啊，这个老爸会当初去通过啊，未吼？啊，即个目前包括咱梅秀姐也好啦，吼，或者是讲下在时啊，连下在68位法律的学者联合的声明，因拢讲啊，个是希望讲国民党你爱真正打工啊，是啊，至于国党呢，咱就啊看到对党啊，吼，咱就免插伊啊，吼。我讲啊，去学吴国昌这个人，甲毁灭掉的话吼，啊，嗯、这个吴国昌就个咩影响啊？是，这个就甲毁掉了，对啦吼。哎呀，上个是安尼啦吼。啊，至于讲以后啦，总讲真正通过，还会照甲咱报告嘛吼。民进党总团总召咱郭建明呢，伫咧站啊，就一声就随呛啊吼，讲那是哪辈迄个版本三套通过讲的，就是迄个国会扩管人。嗯那三都靠通过的话，民进党党团绝对声称实现，哦，绝对声称实现就对了吼、哦。啊，这是第一项。啊，佮再来呢，问到行政院做甚物动作，伊讲行政院啊，敢袂提复议呢？这个爱恁就尊重行政院长对应台去评价，支持行政院长的一位决定。啊，今仔在郭建明嘴里所讲的四火提复议吼，那么我哩个怕复议其实就是叫做啥？叫做自爱难行。自爱难行，哎，复议就是自爱难行，那是自爱难行是咱认一般的讲法，咱闽南语讲叫复议。是，简单解说就是德云台将着这个国民党加华东联手通过这个案，送过来到行政院后，行政院就得干等等你，我复议。板凳，啊，这个自爱难行是啊，这李焕英才是在标过一届，嗯嗯，啊，这标过一届了，又个也是因得所嘛，又个继续坚持要安尼话，哎，啊，这个时阵会对人谈，伊就直接就是干翻的单位，就迄阵无富裕啊，嗯嗯，迄阵就无富裕这面，因为已经是变了嘛，嗯，搁再来对人谈就是安那，就是自爱难行，嗯嗯，啊，自爱难行了，这个李焕英来对呢，就开始。
这个做做集中的所谓要对对个提无信任案，哦，啊，落去表决，啊，表决也无过，一当来你就未使搁再去对迄个对人台做无信任案，一当来未使。啊，表决许通过，对人台就爱随去报告，是赖清德总统，哦，啊，赖清德总统呢，就会回来个总辞，是，啊，然后呢反头过来。改善国会，全面定算，哎，就对了，吼，这样来等报的，大概中暑时啊，你哪种有通过的话啦？是，哪种有啦，吼，啊，那足侪人站出来，当然啊，大家希望拢是希望讲，嘿，国民党也好，国党也好，恁小可大声讲啊，卖个安尼舞啊，吼，但是我个人的感觉，甲迄种人吼。你唔系为咗五万啊？唔系为咗，你唔能受控国民党，其他啲比较突然间良心化唔通，啊，咱只上下嘛，喂，我话，即系寡党就寡党民家己嘅代志，阮国民党都冇支持。是，我相信未发生这个问题啦，但是听伊讲，国民党保安区咧，因赶快是做嘢啦。是，我讲啊，但是国民党讲听讲区议嘅了，对，已经受到足大压力啦。无啦，你不分区的，咱讲实在，伊都食饭卡中心的嘛。广东伊也够说是两年掉咧，就是讲你若想南毛，我两年就甲你换了，两年就甲你换了。啊，但是嘛是有人咧讲啊，讲啊你国民党你是奈我何啊？我若袂用就甲你是我同口啊，那我都死皮烂肉，我甲做四年诶。无好咧。但是国民党诶，即个不分区的，就是啊，人讲食饭卡中心嘛。伊咧算计时，你也免付出啦。伊咧单吼做官咧。啊，所以这苦一个伊个俩讲，就是有人可能打电话也好啦，啊是讲有人可能那个反弹啊，讲哎呀，你嘛拜托个，恁安尼创安尼敢会使啊？啊，搞完之后里面变成当作什么款、什么款那个什么东西啊？哎，这嘛是民主国家呢，不是国在国民党执政那个时阵呢？啊，现在你嘛个回到等于三四十当前，国民党疫情一动独大执政的时阵，就是安尼啦。就是安尼咧创，对啊，我弄个这个是啊，是安尼创，哎，当时哎，这两张见小红见平，只发明一句讲恶法，恶法嘛是法，好吧。即国民党较早因发明出来一个奇奇怪怪话一大堆啦，比如讲毛票是安那爱继续闹咧，安尼派当代表咱是中华民国正统，正统诶，我另外只老表吼，你中国所有新闻我拢有，拢讲有对，啊，即个强威嘛第一用咧，是。上尾咧开人民大会，啊，台湾差农啊，台湾农地啊，差安差贵啊，台湾人，我说高金爽的，就是啊，大家安差农业的所在，啊，农业所在，我啊，这是台湾的代表啊，哦，对不对？哈，他又是高金爽，不是和中国共产党一样的，跟他中国少数民族啦，哦，啊，伊都反正都人是中国人就对了，伊拢甲你安一个少数民族。就是安尼啊，那不是讲伊不是中国人，伊死啦，无啦，叫人来看死啦。你看，伊即马中国即马等咧拍一支鸦片啊，伊拍一支鸦片，就是讲明年要上映啊，就是讲要来海战要攻打平湖啊。哦，好咧，啊，而且就对啊，伊家讲以前的谁拍死龙的故事，以前讲大清帝国的死龙，安那咧拍的邓家军的啊，就是迄个大元帝国这个邓成功的邓家军的对啊，伊讲。中国就是安尼要来怕大陆，怕迄个朋友。啊，但是伊要搞清楚呢，伊所谓迄当时的西龙，那是大清帝国的人呢，那是满洲人，含恁中国人有什么关系嘛？不是？啊，你改硬讲，那是恁中国人，你讲这样见笑啊？玩笑，跟中国嘛没有关系。关啊，少数民族啊，啊，你现在都在讲满洲人通，就是咱即马咧讲的满洲人，就是大清帝国啦，这民族啦。通治中国有比较三百年历史，伫内面杀死偌济汉人呢？我拄啊专工网络甲走一定去甲查，加减减就对啦。杀了两亿偌人口啊，两亿哦，两亿偌人口啊，哇，无认真杀啊，真正有影。拜托个，杀恁中国人，杀了两亿偌人口，啊，你唔知人见笑，唔知人报是讲，迄款中国人呢？你靠妖，你讲安尼？啊，当时国强内战咧，到国民党大走咯，面对台湾者来时阵，强威也开始国民党话者啊。嘛是啊，啊国民党开始，国民党开始嘛，台湾者啊，一说啊，开始四说啊，对不对啊？对啊，你甲看麦，两方那也是讲到这个嘛，啊，讲来讲去，啥物人会特别气国强？你敢知啊？啥人特别气国强？气国，因为因之前的形象，甲今啊。
完全拢走前大转变，啊，这种咪咱的生气啊，我讲咱生气，你说阿正啊，常常咧揣车啦，我无得又咪生气啦，是，那个早就是安尼嘛，吼，阿正每日生了欠面就等来啊，吼，对不对？吼，阿正是来又来揣车啦，我第二个多啊，哦，这第一遍的时候，对不加迷嘛嘛，吼，哎，听啦，听啦，我想起来揣我。今天去领导找你，我你这台小用，哎，老我话干咩？今天去挂问题就对了啦，伊的转变，伊以前伊是含民进党袂合，无唔对，但是伊嘛讨厌国民党，伊个国民党阮帮啊，加说国民党伊就是一生当中上讨厌的物件嘛，代表讲这个人含民进党袂合，含民进党袂合是因为民进党无要听伊，起码变个那样，不过人个讨厌国党。哎，来来好，感谢啦，好来。民进党台北市市议员柯淑华伊咧表示吼，最近为着这个国会扩关案吼，啊民团发起着一挂这个抗议的活动就对啦吼，像迄个青鸟行动，就是为伫这个法院的四周围嘛吼。啊，结果呢，这个公民的运动吼，这是非常高贵的呢。结果煞捡人甲抹黄啊，就是伫网络上甲抹黄，啊，甚至啊用迄个足无尊重女性的言论吼，啊，吓惊这些女性，甚至乎女性讲唔敢去到现场。柯淑华民进党的市议员，台北市议员已经向信义分局告发假消息。依照社会特殊维护法来甲提告就对吼，啊，你话柯淑华公开呼吁，那是有网友你用骚扰着的话，会当赶紧和伊联络就对吼，伊要来做大家的靠山就是。啊，对着这件代志呢，台北市信义分局讲已经证实，已经受理报案了，对了对啦吼。啊，对着柯淑华提供的资料顶面有一寡。对女性朋友像迄个恐吓的话啦，啊是讲讲甲袂假者啦，啥物种种有诶，或者即马已经开始要来查这人的新闻，一定会甲伊通知教案就对吼。啊，所以吼、哦，即有一挂人就是安尼吼，伊家己袂定，家己袂晓想，啊，看人即马咧迄个时阵吼袂爽。我就恶意来散播谣言啦、抹黄啦，吼，啊讲啊，这个查囡仔较早就是安那安那，我袂安对吼。啊，我说话讲闹腾了，这虽然咯，已经是必然必要啊，警察来用证实，伊咧讲讲科学话啦，啊，讲讲科学话，唔是讲伊，是讲我帮伊比其他街路线啊，迄个对吼，啊，伊即马要出来听大家了，对啦，吼，好啦，真刚相差不吼，刚相好不了，再个倒等下来。我是芒果王子杨哲，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上界本土上爱台湾的绿色和平广播电台 FM97.3。 人说君子交陪以德会友，这么秀来天气介绍你品质尊敬的高山乌龙茶，互相来交陪，感谢你这几年来对电台支持，介绍正港原产地高山乌龙茶，清香的茶香，每一片拢是咱的用心，青茶干果，熟茶润喉，每大斤优泰1200元，专人送到府上。2973-0409，2973-0409，绿色和平，真实有感情。弟弟弟弟，今天开车出门玩？不要啦，你知道现在出外不仅马路有三宝，还有名车满街跑，万一撞到赔不完，想到就晕倒。别担心，我帮你准备了中级车险护身符，强制车险先打底，第三人责任保险再给力，超额责任保险防万一，三件最发最安心。最重要的是小心开车。以上广告由保险业务发展基金管理委员会提供。你敢知影为什么有性别平等教育法？因为要透过立法甲教育，家囡仔真正了解尊重相互差别，唔通让囡仔因为不同性别特质受到霸凌歧视。安尼是为着每一个囡仔，咱来打造快乐合适的优生校园。4月20-28，在台北市华山1914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有性别平等教育第十周年特展，欢迎关心性别平等教育朋友做伙来到老热。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乖孙啊，你提这些 OK 棒甲医用嘴炎是要创啥？我要提起网络拍卖啊！袂用的哦，这物件拢是医疗器材，爱要有患病业有相许可执照，并且爱有实体通路店面，才当先生伫网络卖哦。阿妈，你哪会拢知？是药师有咧宣传啊！会记得一般民众将医疗器材提起网络拍卖是违法的行为，相关会当罚200万哦。以上广告由食药署提供。哦，出来！哎，开冷气。哎，冷气是绝对的摇滚呢。哦，杨哥只要简单清洗保养，就会当清洁咯。我知，如果每两礼拜至三礼拜就要清洁一摆，会当先十派冷气用电，过段好室内空气清新。哎耶，冷气如果还用较冷的清啊，甲清水洗，冷气再当两个清电。今年热天清电，为洗如果开始哦。以上单元是经济部能源局公告。我们是伫这在等待，看你去怎过日子。小弟小弟，就一点赞的赞。无人的心若像水，放你轻轻来捧起。望月光在一年一，日日西装点胭脂，心若为爱袂到痴，今生今世只为你，红颜情哪相依，等袂转心到天。望你听笑真情意，生死百回望相依，再退顺风露水，听笑意。青春花当点头起，无奈月月又去，请你不通辜负伊的人，伊的心，藏着思念的雨水，是伊的泪。望你听笑真情意，生死百回望相依，再退顺。小意，青春花当点头起，无奈月月又去，请你不通辜负伊的人，伊的心，藏着思念的雨水，是伊的。0800-5866-8 吼，这个电话是咱从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啦吼。来，咱有一个活动来给听众朋友做一个报告啦吼。咱首先这个活动呢吼，这是伫咱台南市中西区民族路吼北头港中福宫。咱这个庙宇呢建庙至今已经吼啊有200多年的历史啊。佛师最主要的神明是北极先天上帝甲主胎夫人嘛。本宫呢，对西元1984年有做一处的重建，至今嘛已经40出头冬啊啦。所以庙里的管理委员会决定要再重新修建，啊，而且本宫诚心邀请咱全国吼啊诸位善信大德，咱做伙来斗三工吼，观看来做善事吼。啊，咱如果若是讲有观看吼，要来重建庙宇的朋友呢，咱庙里这支电话会当个卡来做联络啦吼，0928-381-899，0928-381-899，找欧先生来做指教吼，安尼都认识啦。
啊，另外呢，这个活动吼，这是啊，咱国立空中大学吼，即马当咧招生。国立空中大学是咱台湾教育部吼，啊，伫台湾核准十间诶国立大学的其中一间就对了啦吼。啊，咱即马如果那是讲有少年家囡仔吼啊，即、這个高中级毕业，啊，未来咱就打算讲要考地政书、不动产经纪人、甲不动产评估师的考照吼，咱才有专班的当吼来报读。啊，包括吼、法律啦，吼啊，这个套路吼，譬如讲啊，未来要考律师啦，考检察官啦，考司法官吼，考法官就对啦吼。咱家嘛是有这个专班人好来报读就对啦，啊是这个社会工作较顶顶。啊，另外吼、咱免个再吼调高一吼啊，调工的去这个啊补习班吼补习，咱直接吼来啊，从这个国立空中大学家的这个专班的学员修完，刷咱未来就是大学毕业啊，而且个咱去报考一下咱拄则讲的套路啦吼。啊，个再来就是另外一种人，以前有可能吼经济因素、家庭因素，互咱无法度咱继续升学，啊，到今即嘛有一个遗憾啊，但是咱无要紧，只要你若国校毕业、国中。各种是毕业就对了啦，你拢会当来个报名吼，啊报名，国立空中大学，咱未来呐修完学问了，你嘛是一个大学毕业的资格的人就对了啦吼，啊尤其咱满65岁的朋友，咱这个学习费吼，咱这个教育部补助全面，咱只要交一条吼，每学分84块，安尼就用一啦，一方面读一个册，啊，互咱动一个脑筋，唔免烦恼讲哇，你年会有啊，退休啊，拢头壳拢无咧当断吼，迄、那个迟钝啦，啊是讲吼，因变成这个老人痴呆吼，啊个当去到迄个所在交朋友，正好吼，咱未来呐，将学分修完修满。咱嘛是一个大学生毕业的人呢吼，啊，恁如果若是讲有要啊来报读的朋友呢吼，咱报名的时间到今年6月30无，爱好把握时间啦吼。啊，恁这个国立空中大学诶，台南中心的电话吼是0627466666，0627466666，咱转交号安尼就用一啦。来，非常感谢，接下来去呢。咱要来邀请听众朋友做来欣赏这首的歌曲，咱三点播张小姐来点播张天君演唱的歌曲《背叛感情的人》。月暗，酒苦酒甘，灌醉了痴情的憨人，为爱迷离草原，为情迷梦心乱，秋冰冷，痴着梦。你来变成空，是啥人？是啥人？是啥人来背叛？啊，无情的人，无情的人。世淡风吹雨淋，明明的经过春夏秋冬，感情路这呢冷淡，令人心酸肝疼。爱心空，情意了断，何必空思乱，心初乱，痴暗淡，情路上乌暗暗，啊，我恨的人，我恨的人。
经验，酒苦酒甘，灌醉了痴情的憨人，为爱迷离头昏，为情的梦心乱，像冰棒一张乌梦，起来变成空。是啥人？是啥人？是啥人来背叛？啊！无情的人，无情的人。好嘞，感谢啊，哈兰哥登来搞咱台湾南区乐播的节目现场，转国民会的叫会转线，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电话在下八点到下暝七点，啊，咱拢转人来甲咱做接听，或者说不了解呢，电话甲卡过来，公司都会先困，啊，来甲咱做回答哈。哦来，感谢啊！咱个继续那个进行这部看新闻哈。哎，咱伫要报一篇新闻的进程吼，我感觉讲吼，立法院会加一寡吼啊，立法委员吼有一寡法吼应该爱定修啊。嗯，我是安那见面来讲加一寡话呢，因为大家拢嘛知影啊，不是嘛咧定修法啦，啊唔知有你啊，你起码是咧做啥物弯歌，其实。咱长的新德市是不是发生一件火烧厝？对，啊两个两个消防队员，安尼不行了，不行来往生去。啊，大家都开始议论纷纷啊呢，讲这里那高级的大楼，卡达完工十年呢，那我这个公路，安尼清清菜菜的叫小怕点啊，起火刀啊，大烧起安尼啊，夭寿骨啦！一个甲调查落去到底，一间火烧线路烧拍电火烧的一间大楼以前的恶劣素质堆啦。嗯，什么意思？就是讲伊以前伊咧起建设公司的时阵，就是发生了恶劣素，安尼个改一个名，又个当个继续起啊啦。嗯嗯嗯。哦，譬如讲咱即马咧起开一间公司，开一间咧食品公司，啊，叫红食一个死人，建设你袂当开啊。我搁再吼，单换一个名呢，搁继续开，搁继续经营落。拢总是安尼咧创呀，拢总是安尼咧创，结果嘛是拢继续混做呢。啊，所以我咧讲无定修法，类似这种的，安尼无定修法，你搁改一个名嘛是同款，一顿人底下咧陷害人啊。这边咱来个听困嘛啦吼。昨昏发生这个火灾，造成了两名消防队员殉职的新德市啦。净空灰啦，主体大楼，这个社区是吼啊，四栋每一栋有四栋，每一栋是28楼，这里哪管呢？啊，每一层呢，每一楼内底起4号呢，总共有几号呢？594号大型的主体啦，其中起火的这一栋是 D1，哦 D1 这栋就对了啦。一地下室，因为电缆线烧拍电断起火烧啦，搁再加上大楼的排烟器无法度人启动，无法度人启动哦，有排烟器，但是未顶未动就对啦啦。线断吼，和这个有毒性的气体的浓烟快速往着规栋大楼都甲冲起啊！住户更加表示咧，讲讲火烧厝啦，迄、那个警报器完全拢未动啦。咱那咧火烧的时阵，是不是有咧进报器？由于伊这一间厝卖甲6000万，就足高级的厝。对啊，你若讲伊伫台北市，有可能还好的高级尔。嗯，伫新竹这个所在，算爱做高级的厝啊，对啊。竟然，迄个啥，迄个
进步去卖单，白烟去卖的卖单，互人怀疑讲我靠腰啊！这栋大楼的白烟甲火警进步去到底是安怎？这高级大楼呢，伫新的市算介高级的啊呢？新的市上都表示讲真空灰啦，这是吼朱芬路关埔重卫区的一期的大型的主体，这是由防疫机构来起的啦。住户拢差不多伫倒咧上班呢，拢总伫科学园区咧上班，就是吼因先伫人家草样咧讲讲上届薪水领上届款的，学历上届款的，生活水准上届款的，即群人来买大地食的啦，真正有影，咱袂当共好啉。真正若无相当吼的薪水，无在个人买一栋六千万啦。一间好一间，一栋好一间。一间然后一间然后，迄个一间公古早咱是称我讲讲公务了对啦。但是即摆你也讲公务员的收钱，那个都合体，对对对对对，那个豪宅啊，豪宅吼，豪宅很宽啦吼。拢即群人底下买，发生火警的时阵呢，只是会当靠着分推车呢，一站一站甲人救落来。住户当中未少，真有会所的长辈时段呢，包括有新的护理人，包括囡仔呢，而且有住户因为涉入米伤济的毒气，所以同我喘气未顺啊，要紧送病院来做检查。真空会住户表示咧讲讲，我嘛只搬入来住一个单元尔，都无得即场，欢迎大楼的排烟呐，啊，包括这个火警的气爆了对啦，啊，迄、那个警报器啦，失去功能，火警的警报器完全拢未弹啊，啊，而且迄个烟也未排除哩，我一直往大楼的每一间冲入来、冲入来啊，啊，我难敢开窗啊门呐。啊，住户买完啦，讲去年我开三千多万买的啦，后三千多万的啦吼，买吼，这间厝了，这间主体了，对啦，竟然因为火警停电，而且被逼来疏散。哎、欸，我开遐侪钱买，无影较好呢，无影较好呢。有住户伫咧等疏散的时阵呐，去哦，正高的烟十家咧，积攒未掉了，对啦吼，当然。尤其这两名消防队员了，对啦，安尼活活来吼啊，比这个火警小事，上界重要是安那，上界重要，这个物理数据我们查起来啦，这个物理数据我们查起来，伊竟然是安那呢？我来家电无听众朋友听啦，新竹市东区真空火大楼啊，这个昨昏啊这里阴暗吼，发生了这场火警，造成了两名消防队员不幸来丧生。这栋大楼的建商就是去年爆发的北天溪的这个防疫机构啦。防疫机构昨昏对着两名啊过往期的消防队员表示遗憾，表示会配合鉴定来做调查。防疫机构表示吼，讲这个真空灰的这个建案工程拢是依照吼法令的规定来做施作的，就对啦吼。法令的是啊，这个法规来做施作。2015年来完工处理掉，这个新的市政府吼、发照使用呢，对着外界的质疑，公司啦，拢协助住户做上盖好的处置啦。防疫机构伫德邦呢，一个有对呢，一个有风采五里空的建案等一座，去年4月27日发生了德邦。增定六家去喊去喊一家外大家的东西才出名，一台特斯拉都喊下来，因为这还是第一次的天气事件，所以很多民意代表批评防疫机构就是累犯新的管理员，这个叫做欧阳平啊，竟然又将这个防疫的恶历史全部都给恶出来，只说这个防疫呢，就是921大地当时台中一当建案叫做当时啦吼，当时忘掉，因为偷工减料，因为偷工减料，大搬去倒去造成28人死亡的河梁建设。一方封印啦吼，机构就是这间河梁建设的头家娘，伫新竹搁在另外改名，搁在开的一间建案。建筑公司来到新竹了后，2015年的德发建案河汉一片，因为挖地下深的无按照图来做施工，大发生了半下卡球场，遐尔那大的停车，大吼那一落落就对啊啦。
风采五里空则是十个月来造成了四周围的道路发生了五道的下陷啦。新竹地检署进行约谈防疫机构相关的人员啦，发现这个新竹县政府前工务处的处长江良燕涉嫌啦，怀疑涉嫌去共收草包乌色钱，去年九月吼。发动了搜索约谈，伫江良燕的新地啦，台中一带的所在，总共超出1000万的现金。一个公务人员，伊的厝竟然有法度能超出1000万的现金，啊！你不要提起家里迄个啥银行，你肯定出来咪咪送啥？惊向甲你查着讲你财产来源不明罪安尼哩。我早上来，我每两节都爱你有法花出来，再来你查咱，你看你国家里里话呢，对不对哈？哎，好啦，啊，头拄我咧讲到迄个新竹这张火警吼，烟较大咧火啦，哦，因为伊就无拓开栋楼啊去啦，伊是伫咧迄个就做山咧，迄个山，第一大房内底，是地下室，地下室，地下室，起火烧，对，啊，大顺着人咧讲讲讲路景哦，烟囱效应，烟囱效应。烟囱效应造成是拢啊，老水晶，老水晶，啊，即马即个对出关功德一点造嘛，功德金啊，给清起嚟啊，就对了哈。啊，迄两个消防队哦，我咧甲看哦，这个就做三个，迄个差不多所有媒体拢讲因氧气瓶不足安尼就对了。啊，即咱长毛痛，第二长硬啊，大家做过过，系四个无够人四啊个硬咧冲诶，啊。要甲大报告，就是讲消防队员咧拍火的时候，伊后壁喷迄粒吼，唔是氧气瓶啦，伊拢是氧气啦，啊，大家都是氧气啦，空气感染了，就是压缩空气瓶，嗯，啊，就是空气甲压缩了灌入去这个感染来了，对，吼，因为你那瓶的纯氧有无，人我也袂使咧，是，你袂使用一直咧瓶纯氧咧，哦，啊，所以咧，伊就用迄个空气了，对，啊，压缩了了大概一支啊。讲会当冻差不多30秒啦，啊，我三十分啦，摆三十分咯，一支啦，啊，冻30分啦，啊，我阿哥讲，出奇怪就是讲，伊在30分的时阵有无吼，伊迄个就做这个搞的时阵，确实是会发出警报器，是，哔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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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连讲又要无啦，嗯，啊，是安那看这两位是唔是这个面罩问题，还是安那因为伊输未起的空气，内面有迄个。高的烟雾啦，所以造成讲伊段昏倒啊是安那样啊。啊，那无啊，迄个人咧讲防毒面具嘛，首先讲防毒面具嘛，迄面罩啦，哎，迄个防毒面具拜托诶，迄是足安全的，那个会说迄个杂烟入去啊，都唔知啊，所以就但是死去了后，咱如果看到伊防毒面具迄块镜吼，规个拢乌油啦，对啊，对面拢乌油啦，对啦，吼啊，所以。到底是怎看无咯吼？啊，所以已经知影讲话空怪空气这边无啊。嗯。啊，用迄个面具规个乌伊嘛，看无咯。啊，所以就爱去困伫迄个楼梯间。有另外有一篇报告咧讲啊，讲因伫咧找无路的时阵，伊就开始求救啊啦。有啊，但是伊咧喊求救吼，结果无人回应啊。嗯。啊，迄当时规间楼梯处啊，拢差不多起烟雾啊。嗯。啊，佫是乌烟，伊根本就毋知行到对呾。伊迄支杆啊吼，虽然讲离迄个啥压缩空气瓶，虽然呐吼，虽然讲会当冻30分，但是事实上吼，现在讲大概拢20分俩。你我查一下，慢慢消失。不是，差十分钟咱都做不过。以前是啥弄？因为啊，咱咧救人的时阵，也是消防队赶要去救人。嗯嗯。伊冲楼梯嘛，会窜。啊，有当时也无去爱撬门嘛，会窜的时候，你用的空气量会较大。对，所以。讲是三折，啊，但是其实伊内面差不多。哎、欸，啊，这袂当一个人派两支去哩吗？有啊，有诶是搁挂一支。对啊，还是支援有搞诶时阵，会当搁挂一支伫边啊了，对。啊，即卖搁在用诶面罩已经。啊，甚至市政府唔是讲，完了叫这这简单啊，这个叫高宏安推助理遐，关出来，提过来关的，不能有宣出来啊。哎，对啊。啊，这个就这三个消防队哦，是咱讲今年出生历史啦，咱讲。你不做少年啊？哦。啊，拢有搞笑的。啊，但是咱昨我有看到阿星的迄个名册，啊，包括吼，我有看到讲这张相片啦，是发自新竹市消防局的粉丝专页啦，刚才讲的是伊的支持者嘛，对。
欸，我嘛要甲您讲一下呢，你有当时要变做嘛变用数字，哪条啊用白啦？嗯，有人可能不在意这啦，但是事实你要用着红的，迄得爱满八十岁、几十岁去领。袂，袂就解呀，对啊，咱无想得呀啦。主要是咧，我伊感觉，但是咱也知这代志。但是咱要甲遮的所有的这个新德市吼，消防局的这个粉丝专业遮的种的，遮帮我朋友讲。红色的辣条是稀疏的用的啦，加用白的啦，爱用白色的啦，啊，无紧来，唔捌得，对啦，对啦，就就算了嘛，吼，做啥物嘢？哎呀，对啦，简单讲就是，哪讲？哎，是啊，这两个，我感觉吼，这两个消防队员不幸亡身去吼，应该是诶，爱去调查看卖啊，到底啥物原因？啊，佮再来。咱即卖消防队啊，身处这十当年，迄个公路都会去，迄个执法员，哎，迄种爱调查啦。啊，我意思就是讲，即卖迄个消防队员退避，就是讲一直救生嘛。嗯，哦，一直救生嘛，你会记得有一个保龄球罐有无吼？发生大火了，系啊，个卡不是七个啊，几个？哦，不用抓汪星去消防队员。嗯，啊，迄个时阵就已经。开始咧换迄个灵菇啊！有迄东西有讲啊，讲希望即道是最后一道。对对，迄个灵菇吼，写得唔免掀起来，直接就会当伫灵菇内底讲话。嗯，无线电啊，直接就当无线电通。啊，刷了，佮有诶灵菇是安那，叫做双用。嗯，就是讲我这个排这个汤料，我另外佮有一支讲。是，还是讲诶，从譬如讲，钓人来消防队话，伊全部来救阿星啊。嗯，啊，看阿星啊，已经伫遐咧扫啊，啊，乱摕。幺零啊，伊家己有一支嘛，咧输了，伊另外先去一条国救援，迄条国换我输啊，换我输，共同用迄支空气杆啊，就对啦。啊，叫阿星阿个来甲听，你小林爸上这要创啥？林爸下昏啦，个乌幺啊！下昏你来变作笨啦，我做烟昏上大。哦，所以讲，这拢写氧气瓶，其实都唔对啦。哦，叫做压缩空气，然后压缩空气。哦，还要赶报告一下，安尼就对哈。来，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哈。啊，信贷公司咱全国免费的叫过专线电话哈。好啦，感谢啦哈。这下是做不听话，这少年咱咱这里就做啥呢？这里叫做消防队员有啊哈。是，实在是啊，我刚才讲。人家出生入死啊！啊，这旧的人家也无任何亲戚关系，也无任何迄种迄落嘿，对。但是，伊嘛是同款啊咧，哦，嘛是同款安尼咧拼咧，就对啦。因为咱无伫迄个单位啦，唔啊，伫迄种所在吃头路上班过，所以状况咱拢唔捌。对。啊，咱拢会底下想讲类似即款的代志吼，拢一而再再而三发生过，唔是第一道。啊，是安怎样嘛？是个继续了发生啊！你都安那想，你都想无啊？是，这写当片面的呢。哦，啊那想你嘛想，啊每一道。哎，这叫一个所一封遗书吼，我怎啊都看到。所用遗书啊，这针对着新竹发生大火，造成两名消防队人员不幸来过往去吼。这个所一封遗书啊，伊就指出来讲。讲消防队的人员入去火场的时阵，因所派的那是空气杆啊，空气杆啊，空气杆啊，不是氧气瓶哦，是那是空气杆啊。啊，你比如讲那病人倒伫眠床咧，我知影，还挂一个面罩嘛，哎，还输，还嘛是空气杆啊嘛，还输的就是氧气啊。嗯，啊，是那些落输空气啊，变得输氧气。嘛，啊，伊种的只要空气就会使。啊，老人也是迄个辛苦白听人，人家肺活量无够，所以爱用氧气哦。哦，你刚刚讲输氧气是完 OK 就对个啦。不，啊，伊个输氧气无完全密封，你注意看。你输的虽然讲迄是氧气啊，但是其实伊无完全密封嘛，所以伊个做啊，但消防队要面罩是完全密封嘛。嗯。哦，所以这个所以输的讲讲，迄唔是氧气瓶，迄叫做空气感染就对啦，哈。啊，平均的一支啊，大概会得用30分钟，但是这30分钟是指正常反馈啦。哦，这样啊。啊，你若是讲呢，这个就做啥呢？这个入去到火场内底的时阵，咱讲真正，那个喘气一定会喘。对。哦，啊，因为消防队的人员以前有排的装备，个灯光光明灯吼，啊，爬楼梯啊，三种种，这30分钟下去，敢啊可能真紧，就会变成啊那无够。就变成无够了，就哎，但若无够的时阵呢，伊那是讲这个就说啥，迄个输掉一种浓烟就对了，大概几分钟内
都分的，人就往生去了就对了吼。哎，就是这样，因为这个兵军消防队的人员有无吼？伊身躯是派几啊公斤重的呀。哎，到我即马这个物件嘛足含，嗯，到我即马这个物件，迄支空气杆啊，它打会当互人吼维持二十分至三十分。嗯，啊，你一个人你入去就对了啦，你若讲紧拍火拍的，讲迄个啥？迄、那个重点，你看个一千二车，你肺炎会当紧把口倒退，紧撞出来。啊，上昨昏遐，伊讲伊个规拢是乌烟呢。啊，伊根本你都看袂，讲我根本我即摆人伫对头，我都唔知呀。伊要用对照，伊都唔知呀。啊，你同我底下等二十分钟，一支空气跟那空气输完气就等死啊。所以你看迄个了，做电影看到美国的消防队员，有医生裤顶拢会扎一段迄种了做荧光绳。荧光棒荧光绳、啊、有的开始用荧光绳他自己靠头这样、啊、他们走过了就一直抽一抽一抽放里面放里面要倒退的时候看你倒退的时候就是因为你也没在黑烟的时候你有在黑烟、啊、但是荧光棒很光他就可以让你打红用你倒退的时候安倒退的时候你用吃真吃药剂吧你不知道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哈，上山公司咱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电话哈，来感谢啊，咱这里的这进行的广告啊，两边这个都等来哈、啊、来。空五八六六八，这个是咱全国民付费的叫回专线电话。来接下来要来跟咱听众朋友做介绍推荐，这是咱圣山金立明第二代。咱圣山金立明第二代，这是由着咱加拿大尾巴油厂所来制作而成，而且啊，伫制作过程当中是经过吼啊，咱高科技来做催促吼。这个高科技就是专门啊，利用这个螯合技术配合 PICS 这个高科技的萃取，这是咱拜尔博士伊所研究出来的一种专利的螯合技术。这超临界萃取是咱国内外眼科医师临床所来肯定。当然，这嘛是经过吼啊日本啊韩国，包括美国、加拿大，这个眼科医师啊所来认定。目前就是拯救视力危机的名药，当然咱内底的成分有真多，伊有红素、玉米红素，包括花青素、小米草，包括吼啊决明子、稀油等等等等，真侪行的物件。这所有的物件，如果你若无来利用专利的螯合技术来甲做萃取了，会坏就对啦。当然，咱的成分会大大的减少。简单讲就是讲，你无这项技术来甲做萃取这的配方，你所吼得到的这个效果未当真济。啊，所以咱啊尾巴啊，咱尾巴药厂吼啊，咱拜尔博士用这个专利的螯合技术来研究这的物件，这是目前上界新、上界安全，而且是上界有效保护目睭的良药。听众朋友，咱平常时啊，你都感觉讲有视力的减退、白内障、老花眼、视网膜病变、黄斑部退化、老白油、白眼症、大眼症等等，甚至你本来都已经是近视，尤其是高度近视的人，你都会当来个挖科。来个挖课吼，啊，当然，咱平常时，如果你若是讲吼，啊，时常咧用电脑啦、耍手机啊、来看电视的朋友，包括你的工作是需要去进这个小小的物件，大家拢爱看，你目睭一定会比较吼，较容易损害到。啊，是讲吼，啊，咱啊，长期间吼，伫外口咧走外步，不管你敲多摆，啊，是讲你是开车的朋友，有可能你会挂一支乌林的目镜来保护你的目睭，这真好。但是如果你若长期间安尼落来，对咱的目睭的伤害嘛是真大。恁拢有可能吼会提早比人吼早一天得着白内障，吼白内障。啊，当然，如果若是讲有这个镜头的朋友，包括吼你的头脑、你的事业吼，是咧看遐物件的人，你会当来吼挖可咱的金立明第二代吼。啊，咱圣山公司金立明第二代吼，这是由着咱加拿大尾巴药厂吼所来制作而成啦吼。
来接受的疾病，我要来给咱推荐介绍吼，这是咱的性山软骨素。那性山软骨素里面有真侪成分吼，真侪成分拢是日本吼专利啊的成品的物件。啊，这软骨素里面伊有日本的专利，就是软骨加原，包括日本专利乙烯葡萄糖胺。这个乙烯葡萄糖胺，伊最主要是咧吼修复咱受损去的软骨。硬骨，包括咧制作吼，咱关节吼凹翘，不管是啊，这个手的部分，也是讲脚的部分，这个凹翘关节这个所在吼，制作以骨浆骨型，和咱这个凹翘的过程当中会当润骨，吼会当润骨，那像从咧沾机油迄一般，安尼咱就较袂去伤害到咱软骨，啊较袂去伤害到咱的硬骨。啊，如果咱这个啊关节这个所在，如果曾经有去受伤过的话，有可能你这只骨浆骨伤，而且功能会减退。啊，这个功能如果那是减退的话，你吼啊分泌出来骨浆骨伤伤过头少，还是根本你无在掉，人去分泌骨浆啊。你当来个挖去吼，咱圣山的软骨素，日本专利乙烯葡萄糖胺专门咧制作骨浆骨伤。如果若无只骨浆骨伤来甲咱润骨的话，咱的手翘、咱的脚翘、咱的关节的每一个所在，真容易会去损害掉。简单讲的是吼，你打碎咧磨吼，你迄个软骨咧去磨害去，啊磨害去接刷咧去，你就磨着软骨，就是开始关节咧疼痛的时阵。性山软骨素内底也有连德糖小分子加原两百，包括维生素 C， 也有咱的美国 NEC 两百分解加素，也有爱尔兰有机海藻钙。这个爱尔兰有机海藻钙吼，这是补充着咱人类骨头当中的钙吼，上加有效的物件之一。当然有真侪啊，迄、那个产品啊，伊拢强调讲哇，伊的这个产品内面会当补充钙啊，补充什么钙？当然迄是吼，因、哦、啊因会认为，但是咱直接要甲听众朋友要来甲恁介绍目前补充钙上钙有效的物件，就是咱的爱尔兰有机海藻钙这个物件。所以这个物件就是咱这个软骨素内底主要成分就对了。所以用这话跟听众朋友，有人甲咱介绍，我非常清楚了，对吼，非常详细吼。初分啦，什么种种拢跟你讲啊，非常详细。软骨素加是点入面的第二代了，对。所以一个人五宝喜六清，这会用吼，未使回脑壳。会啦，脑壳对啦，像咱一条狗啊，你感觉就对。脑壳也疼，开始惊人杂七就对啦，有诶物件就越开始疼，一条狗啊都未痛。未通就归臭哦，做上去的话，咱血更感官意思了对。那要擦掉了对啦，吼，有当时咱走袂赴啊，跌脑里看袂安那得，跌心中看袂安那得，后尾就血未通，跌脚未通的哦，去把它清净啊呢。做上去的话，这五宝虚六清各家吼，补肾健，南属兵务，钙合三兵的对啊哈啊，帮你出问题，咱知影哈，吃补肾健，非常爽。日本韩国一年销售五千万辆，台湾多独独电台改咱咧做咧呢，米巴集团就关乎咱做安尼咧吼，所以主要这三品以外，咱用许多山这三品来做搭配做使用。有人无不了解，拍电话做详细询问，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吼，这个电话是咱中国民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啦吼。来，咱今麦要来啊，这个开放一线电话，和咱听众朋友大家做来开讲啦吼。啊，咱的当吼啊，无所不谈啦，社会书、政治书啦吼啊，包括今仔日立法院外口啦、各关系，诶，这个啊，集会抗议，拢总会当来讲啦吼。现场热线电话2699456，2699456，带来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咱麻烦个加一个空，要感谢您。来，谢谢，来接电话哈。你好，你好。
喂，唐叔，我听到你好。今大伯是拢乌阴啦，下早就一挂雨啦吼，啊乌阴啦，可能我那会落雨啦，但是应该是袂介多啦，啊凉凉安尼啦。是，阮台南就偌大呢，安尼啊台北还好啦，啊，佫有就是讲吼，你拄在咧讲诶迄个新竹迄款豪宅有无？足奇怪，咱台湾诶建设吼，一挂厝，迄头身体拢内涵，拢伫厝内。你甲看，你看每一间大楼头身边拢会出来，人日本吼，我去日本了解哦，你是意思是讲，伫这间主建就不得来得无起伫墙啊外那个地方。因为你那日本哦，日本人每一间大楼吼，伊头身边拢是外靠，他每一间都拢有阳台。你咧讲这种起法，古早咱台湾诶，这个公家机关建就不得有安尼起过啦。你好好嘛，拢有安尼。诶，对。不过今麦咧起厝那无。你即马你甲看，伊即马发生伫你厝内是有一个烟囱效应啦。这个大哥，这个大哥，我讲你听啦。说你迄支腿呐，起伫外口的话，因了佫加浪费偌济空间底下，因那只平每一平都嘛钱。但是还死人。当然是安尼啊。伊基本新这个人遐的人，是安人要爱用云梯出个救啦，因。唔安伊在头身体内，头身体内面拢毒气，都系冤情事安尼就对啦。拢毒气啊，拢伊都电线烧起。你讲安尼无唔对啦，安尼就爱看吼，即个迄个法令去修改袂啦，难袂修改。对啊，当日本拢去甲看吼，都较悬个十楼、几十楼嘛是拢外靠拢啊。哦，你讲安尼有理啊，迄个发生火烧厝的时候，我门开一边就对外，外口楼上就对，拢没注意安全梯啊。啊，注意安全梯有一个烟囱效应啊。哦，对，足恐怖，一块用个足恐怖的啦，所以咱大人拢感觉足奇怪的是，一挂安全梯拢是出来啊，是，对哦，吼，这大概这应该大家值得思考一下，对，好，感谢啊，来，哎，你好，哎，阿坚啊，你好，这讲的话，伊通过这个法案有没有两会国事哎国会这个法案呢？嗯，它是针对每个人呢，都当然啦，哎呀。啊，我问你啦，你这个跟希特勒在做搞集中营时代有没有类似？嗯，比中下更不一样。他每个人都可以 control 你嘞，对啊，看你不顺眼就叫你来问嘞，是啊。他针对像中国在管理你，所有人民都把你管得死死的嘞。比那个228戒严时代白色恐怖还要更厉害嘞，是啊。不要以为我们表面说啊，他只是一个什么立法院，不，不是哦。他说你民进党在还没变啊，给你搞进去哎，民进党在还没变啊，这个立法院今天说他天大地大，立法院最大。好，现在几个人来报告了哈，来。那我问你，你们这些立法委员犯错的话，谁来管你们？嗯，没有其他人管。我告诉你啊，大少人选票他都不会搞，这个不用选的了，他们就变成终身职了啦。是，他们会搞这种事的。哦，有可能啊。如果是说他们真的敢这样乱搞下去的话，到时候像跟他国债、那老国债一样。你的意思是讲，因后一回的修法，就是要家己为修好用的中心化就对了。对，有可能啊。你感觉你感觉伊唔敢吗？嗯，免搞烦恼遐啦，烦恼少济啊。那来预备讲，他们进一步会做些哪些事？我们要先预先防备啊。对，黄贝，你黄贝为了办法上，就是咱那些所谓店较济安尼尔，就是安尼尔。对，啊，你若无改黄贝先，伊是愈大戏哦，一步一步进逼，得寸进尺哦，不是不会哦。好，国民党是这样啊，跟共产党是一模一样的哦。是，你好，嘿，喂，有人接嘞无？无声，啊，无声，再拨起来，再拨起来，好。咱的电话26995六，台南的电话话不同，比如咱加一个空六啦，各个电话来，好啦，咱继续做电话哈，来，你好，嘿，你好，哎，你好，啊，八面嘛无啊，哎，这白拢挂一边的嘛无好啊，哎，讲过了未？八面钱啊，八面，对啦，对啦，啊，你八面国民党的，哎，两个三个你有来报起你嘛无够嘞，嗯。没啦，八面都报啦，哎呀，八面都没报啦。伊嘛是白，嘛是外人啦。啊，你看伊问八面没报，没报，顶算。
另外人跑遍是丁算，丁算啦，丁算那同款啦，你啊算数嘛是无效啊，嘛是无效，因为你若跑遍就来，会袂定。我哪呀？不一定啦，你若有在两跑遍就来，有可能要算你啊，机会就出大啦。因为若看你袂算，你袂跑。因为不分区分，无不分区无啊多啊。区域个咱跑遍啦，不分区就袂使啦。哎，阿姨嘛是我拿呀。哎呀，哎，无叫啊，无叫。有啦，有好叫啦，好叫啦，难讲无叫。好，安那个，啊，无叫囡仔去加糖，头个怕。你加去。哎，你好，你好，哎。喂啊，大家好哈。啊，你好。当消防员多辛苦的嘛。是啊。啊，当太太嘛，更加辛苦。你讲什么？好羡慕。已经，我呢已经退，已经这边临界退休啊。嗯。现在至少因哈，多少年真的在做对吧？但是真正去拍火吼，去十回了，伊就爱迄落搭起迄个敢若体力的迄个测验，伊体力测验也无过迄个啊，所以讲吼、哦、做太太的人吼、哦，其实吼、哦、在家里真的都不好过，人家都拍鬼了。你讲因迄个头家如果那是消防队员的话，就对个啦。对啊，你啊迄个阵。所以吼、哦，若讲要介绍消防队员吼，哎、不做来做来啊，你才有法度啦。嗯、啊无吼、哦，真正一种辛苦的迄段吼，哎，安顿来的时吼、哦，你也感觉讲，那个天佑天，真的是上天保庇啊，你就对啦。就是讲出去上安那顿来上捡着安尼就对啦。是好安尼在吼，多谢你啊，好嘞，谢谢。两位好哈，你好。起码国。咁多个被动，这都是乌阿强啊啦。嗯。啊，今物讲上啦，那贵吼，开始在咪上升升啦。嗯。啊，上升再去入啊，往再去入啊，那就讲就对了，就阿强啊你啦，稍微叫我到了去啊啦。嗯。你再变成咩好和尚咪？我讲冇再变成，就输给这人啦。到讲到到，唔讲到这人，我问你啦，咁只输给吗？今是民主国家了。啊、哦，好诶！你要叫几个门，叫是较好诶。哦，啊，你要几样要穿，要几样要穿两双嘛，穿是较好诶。嗯，对不？啊，恁台湾选举只选到高奖尔，选举结果得安尼啊？你搁咧讲这？我讲啥啦？但是只个四点半要过啦，啊，来过。嗯，民主党老不？四点半就到四点四十五啊。好，啊，来过，来你们讲这，这个很难的呀。啊！其实台湾有这样，我只能剩三万人了。嗯。啊，就十几个人了，现在是基本是固定了。啊。只要百姓能百姓叫我人生了。是。啊，台湾人他们那几个啊，够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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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今仔下晡四点半，公司点半要过嘛？哇塞！就算四点半过了，咱有几啊套方法会当反制伊通过，反正啦，免你烦恼甲对啊去啦，吼，免烦恼甲对啊去就对啦，吼。啊，他咧讲关键每一种签名啊嘛，第一先去实现嘛，嗯，啊实现时间就拖掉了呀嘛，是不是吼？啊，第二就是对应在这边看要合意无嘛，合意就是简单讲我自爱男性去单倒登记嘛，啊，佮再来就是大清掉，当然啦，伫咧第二处。立法院要求德永台照做，伊阿个是无来时阵，那、就是迄个就是啥，就是解散国会啊，是哦，内阁总是解散国会嘛，啊，定算这拢讲过几啊摆啊啦，啊，现在看恁讲到这拢真紧张的状态，啊，就是俩讲受气啊，哦，啊，另外讲，即下呢，我是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嗯，那国民党啊，国共通过这种法案。啊，民进党到位啊，怎啊真正怎啊照安尼实施，无同意，啊，你袂当，那照安尼实施你袂当。美国民众被刮动，马英九去参政府也参与过啊，闽南也比，啊，到尾啊，民众是做东西死，还要美上，你说你应该美上，哦，对不对？哈、哦，啊，所以这边啦，用心啦，这我相信郭建明啊，已经出来讲到阿内亚了，对啦啦，哈、哦，啊，对云台这边就写袂表态，哦，因为咱在阿边过几工啊，伊要去欢迎中止顺了，对，哦，啊，所以免烦恼一下，对云台足巧的啦，伊足巧的啦，哦。你嘛咋用什么方法来个反制？我跟你讲啦，记大哥，我讲一下，这群人无法无天无唔对啦。你个就算讲所有立法委员，我对你无法无天，还是讲无法人气加破戒的话，就对啦。一个有人民的啦，一个有人民，一个愤怒的人民，那种死狗你搞会徛做。你当时讲大家那想，我就死人，我定定伫厝内面，那面顶袂当有啦。你等下迄个水哦，因来到平江的时候就冲出来啊啦，免烦恼啦，免烦恼啦。
我只是讲迄个立委，但是讲要家己修修法，修会变终身制的就对，嗯，这无可能的代志。安那讲无可能，一大堆人当要做立委，恁白当互你修法咧。哦，卖讲政府讲无啊，嗯，卖讲宪法法典讲未使，干那也是对着，当要做立委，你还你搞做终身制的，啊，我这当时在当时啊，嗯，你把人家安做立委啊，所以拢破烂堆拢受伤济啊啦，烦恼济啦，吼。啊，就平常心甲看下来，就看民进党如何反制伊安尼尔嘛，就是安尼。好，拜拜，拜拜。这个这三呢，大家讲到政治吼，好啊，拢受气噗噗气喘喘呢，就对啦。啊，不离个吼，这实在是无啥物好受气的吼。啊，但是民众的声音爱互人听，就在受命。啊，唔免气到安尼啦，吼，有法有破，我这人一向拢绝对相信有法就有破就对啦，吼。啊，所以啊，这个法咱用讲话作势，啊，甚至电话单位上的，我即马嘛开始在讲。嗯。啊，今仔日号召民众聚个头的遐国民团体。嘛，已经清清楚楚讲着讲，万不利那通过了后，咱有规章管制方法，是哦，拢都写足清楚伫个所在啊啦吼。所以每个单面个所在，紧张讲通过了，安那拄安那，唔系咯，安那拢无法律个，为安尼个人就免做个头啊。嗯，对唔对？实属假假呀，咩鬼杂嘅？安那直接拢无伊个话，你做个头要创啊？嗯嗯，对唔对？吼，上气个是做个头了，明明终止条款，你无要用啊？嗯，你睇上讨厌个，还是死人啊？这样呀，好，来啦来啦，啊，这里的这个天气的关系哈，啊，头拄啊在甲看，哦，咱们水库、南化水库大的需要啦，需要，吼，讲唔知几偌济，几千吨、几千吨的水面就对了。是这两天，哎，好是那以咱那个平地来讲是，今仔较有呢。是，哎，啊，是全部都是讲，全部都是讲，有拢伊伫咧落了，比如讲大的少安尼吼，安尼正好，这好消息，吼，卖做成灾情了，吼，阿卖欠水安尼啦，吼。咱今仔日有看到这个立法院的外口吼，大概差不多拢针对性，就是针对这个吴国昌啦吼，啊，真侪标语啊，写个拢真好笑啦，什么咧苍龙万载啦，什么咧逼良为苍啦吼，真侪标语吼，啊，会当证明就讲一群人伫即几日的时间内面就对啦，有够厉害，安尼差价吼台湾安尼吼，台湾人安尼侪侪人安尼气不不就对啦啦，我都没。所以我搞那么上去啊！啊，真，我都唔知啊吼。啊，是迄个 echo 啊，你我多嘛？嘛唔知咧，嘿。啊，所以吼，因佫继续冲的，我见就对啦。啊，再一两双，双我得啦。因为你哪咧继续冲的，话就对啦吼。未来诶，因边间啊，咱拢无法度人去无聊吼。啊，你继续冲的吼，我咧好冲，恁继续去冲就对啦。啊，你愈冲的话就对，台湾人愈掠狂，愈掠狂。嗯。这个强威啊，伫顶两冬啊，煞无伫咱台湾四周围做一个包围性的迄个环岛的迄种演习，吼，规个台湾安尼规个，甲咱包围的所在吼，啊，拢咧，结果啦，咱台湾人家伫遐监控呀，台湾的军方啊，啊那监控呀，啊无得怕啦，讲强威啊，讲家己是只船沉落啊啦，讲在船沉啊，都成几栋的，讲沉了，讲暗家暗家上岛啦，我只只船伊个，啊沉到不明不白啦，笑话那个船这样呀，好啦，来，这时间的关系，咱明仔再空中再会。再会